的那个线一定要给捆上啊，不捆上，晚上不就掉下来了？啊，一定要弄好了，弄好了。哎呀，我打的不合算是你。卡宾，卡宾，卡宾，卡宾。孩子，也有吃的，还有。这个呢，其实知道。那叫不卖的。来老老冰棍了啊！酸奶三杯十块，这一两岁了，不行啊！这北京瓷器行。三天了。
这晚上回来是头一天的病人。这，你知道。
把那个工地。我付了你2500手机买的。你好好跟我说，哎，能什么都好说。你要是上找人就闹，那你现在就知道什么事儿闹。你听谁啊？你要是闹，王同意，再见，宝贝儿，再见，王同意。打电话。
大点声说。
观亭，这边是广场的出口。
不是的。